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赛事直播。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了王源老师为大家讲解2012年金立智能手机杯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第14轮的精彩对局。王老师您好。你好，各位棋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这儿给大家，一起欣赏金立智能手机杯围甲联赛第14轮的棋局。嗯，这个。就像我们以前给大家说到的一样，金立智能手机杯这个围甲赛场啊，这个上边就是精彩纷呈了，很多高水平的对局啊，质量都很好。今天呢，我们是想这样，就是争取在这个直播时间当中啊，2个小时当中给大家介绍2局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1局棋1个小时实际上时间比较紧，所以呢，这个套话开场白啊就简短一点。下面呢，陈楠我们就给大家介绍这第一盘棋呢，是你给大家介绍是谁对谁。是安徽华裔队的外援袁胜珍对阵这个咱们中国的小将米玉婷，他是来自大连上方恒业队的。大连上方恒业队，好的，这个很好。这个袁胜珍世界冠军，那么米玉婷呢是我们的希望之星。他今天表现怎么样，我们很有兴趣。之前呢，在很多比赛当中啊，年轻的米玉婷啊，她都是表现非常抢眼。好，我们一起来看看，陈楠，这个米玉婷是哪一年出生的？她是96年的。96年。袁胜珍是比她大了将近10岁，是八五年。哦，好，黑棋是我们的米玉婷。对。袁胜珍非常老练，她是世界冠军。嗯。她的棋风呢很全面。手脚。对。米玉婷黑棋，哎呦。有意思，这个布局不是很多见。那么白棋下一道占大场，这些下法我们的棋友都会。一般来说，黑棋会到左下角。对，现在就是这样，好像是比较平淡的、比较少见的开局。我们现在见得多的都是各种各样的变形的中国流那样的布局。下一招棋是黑棋，逼白棋逼住黑棋跳哈。这个跳当然跳这个也可以，对，我记得以前好像都是跳这边。对，最近他们在中间跳的时候又多起来了。两个跳哪一个跳都有什么意思，哎呀，简单说来，这两个跳都是为了加强这个拆二，是吧？要是不加强的话，是不是人家一点了一盖，点哪边盖哪边点哪边盖哪边，依据什么呢？就是你想在哪边做模样。如果白棋想在这边做模样的话，他就会盖点另一边，对，然后盖住下边。对，如果是白棋上边好像很宏大，那么他想扩张上边，那么他就换一个方向，对，换一个方向，点一边盖另一边。这一点呢，我们大多数棋友都知道啊。给大家复习一下，所以黑棋的下一招棋，它强化左边的拆二。现在他跳了这个米玉婷，袁胜珍很狡猾，马上就拆回去了，因为他跳完了，强化了自己。就这个跳本身啊，并不值很多钱，因为这招棋我们看不见他目数在什么地方，但是呢，他确实有后续的力量，就他自己强化之后，这个地方打入就严厉，因此白棋就补这个。但是这个地方打入也严厉了。这个比没有这个子的时候严厉，嗯，但是也没有太严厉，因为毕竟这块白棋是活棋，嗯，所以白棋补了这个，这个棋呢还是很正常的一个开局。黑棋哇，真打入了，哎呦呦呦呦，哦，真打入了，这个是我们米玉婷干的事儿啊。行，这个是比较积极的下法，在我是不是他跳的时候就在想，你要是补这个，我就会打这个。他就是这样想的，是是是。你要补这边的话，可能就要加急这个。对对对，行，这很积极。嗯。那么白棋，我们看袁胜珍他是怎么下的。白棋先了，我同意。白棋这个下法我同意，所以袁胜珍今天米玉婷这个压力比较大。袁胜珍啊，他棋风很全面。战斗力也很强，同时呢，我们看得出来他很灵动。在这个地方，如果让我出什么建议的话，我的建议就是黑棋打入的时候，由于白棋没有很好的进攻他的方式，也没有很有面子的防守的方式。你看，他就你不能防守这个吧？这块已经活了，这个步子太小。那你这个怎么防守呢？你不能防守这个，也不能防守这个，因为你下边还没有这个。是。所以他是攻不好攻。守也不好守，那怎么办呢？不走我也死不了，所以就脱先啊。
我们看得出这招棋白棋是高手，是高手。嗯，哎，很好，水平越高，对我们李玉婷越有这个挑战性哈、啊。黑棋下一招加工，李玉婷应该是第一次做主将，因为大连队今年是引进了朴廷桓，韩国等级分的第一人，所以一般都是朴廷桓在主将位。但是今天因为华裔是主场。所以他这个外援不相碰的一个原则，就把这个朴廷桓放到了会计赛上。是这样的哈。嗯。很好很好。对，外援尽量不相碰。嗯。那么黑棋这个加工好，加工。白棋转身，嗯、黑棋盖过来，这个也很正常。嗯、白棋点三三，这是定式。嗯。那现在是不是大家都不搬这个了？现在大家都不搬了，没错。好像见的少了，都点角、对，这个没错，你说的对。嗯，过去呢，最早的时候出现这个定式有搬这个的。哎呦，这个定式的变迁啊，说起来是差不多20多年就过去了，这个时光20多年过去了。最早二尖高加的时候，他一转身，我这个很快的速度给大家叙述一下，最早他是长，然后白棋点三三、黑棋再鼓下来，是吧？然后后来呢，在这个定式下的过程当中，逐渐大家发现居然是黑棋有利，白棋先手夺了角上的实地，结论是黑棋有利，因此就做了一些修正。那么那会儿修正呢，就修正出来他搬完了长之后他就长进去，这长进去流行了四五年以上，这个战斗非常激烈。但总的感觉呢，我们发现白棋啊还是太倔强了一些。嗯，因为人家黑棋这边已经是3-1了，黑棋先占了角嘛。对，先占了角，而且3-1在这个地方，你还要跟人家纠缠，空间又小，觉得毕竟白棋还是略显无理。嗯，所以他随着时光的推移，大家总结内容的增加，最后发现这招棋比较灵动。嗯，因此他就选择了点三三。但是说了这三种招法哈，三种变化。大方向的选择方法、啊、实际上呢背后并没有另外一个潜台词说哎呦这个棋好棋，这个棋就是白棋有利，不是这样的，就是说下法不一样了。行，我们接着看黑棋下一招补住，你听白棋把这个拉回去。那这棋黑棋还补吗？还补还是不补，这是一个问题。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根据补人家明显就有一个长处了。 是对，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很有意思。简单说来就是，如果补，重复了，效率低了；第一时间补，重复了，效率低了。不补呢，陈丹说的对，人家有一个长，但他这个长要看他什么时候用，要看周围的情况如何。如果周围黑棋有不错的模样，我估计下一只黑棋可能会下这个。嗯，果然是下的这个，对。是。如果这一带黑棋有模样，又揪着白棋这个子，那么这个长他就不怕，啊。他压过来，你搬过他就虎下来，你获得了实地，他获得了一定的势力，和这个模样有配合就行。但是如果这一带变成这样了，是不是啊？那么他这个长过来，你这外势没什么作用的话，那这个地方就应该补了。嗯，啊，就这个意思。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好，来加工。我们看，白棋，袁胜珍尖出来。嗯，对，这个是在这个棋形当中的常态，尖出来下这个黑棋李玉婷。嗯，对，这个是以进攻为主的下法啊。普通嘛，大概走这个也行。嗯，虽然这个腰眼上被他杵一下好像不是很舒服，但是你顶住就行了。嗯，只要总体上对他有一些影响，牵着他往中府走，黑棋借着进攻这一线有些经营，那么这个补不补都没问题。嗯，不补这也是外事，补了将来就变成实地更好啊，这也可以。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年轻人更积极一点，更积极一点的下法。嗯，它的缺点呢，就是使左下角的白棋啊，这个实地变得更结实一些。嗯，爬一个。嗯，扳住。还扳住啊？对，这个是真是很厉害呀。嗯，白棋靠这个。白棋靠，哎，这个白棋这个靠也是很凶的下法。就是简单说来吧，这个地方当然白棋普普通通的下这些也不是不行。嗯，是不是啊？下这些也不是不行，这个纠结呢就过了一点，这个稍微过了一点，黑棋可能是虎一个就行吧，虎一个也行。嗯，哎，那意思不是很大，保留一些味道比较好。
但是我觉得白棋这个看上去很过分，这个都在黑棋的包围圈里。对，陈楠这个女孩用词啊是比较尖锐哈、啊，其实不是过分，就是还不如说积极，比较积极，而且呢比较愿意探讨。它背后呢有这么一个道理，就是围棋啊涉及到攻防的时候，涉及到攻防双方战斗攻防的时候啊，它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自己纯粹来处理自己的问题啊，这个效率不好。你看，你比方说这两个子，我们要说要让它做出两只眼来活啊，它是非常困难的。这个大家主要是讲这个原理啊，你看你要做两只眼，你得花多少手棋啊？一二三四，花四手棋，每一招棋走完了，人家不理你，你才能做眼。你眼看做成一个虎口，人家给你抬杠一扎，你的眼还没有。那么这个原始的图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对攻的状态下，一心一意想要解决自己的问题，往往效率不高。那么怎么样解决自己的问题效率才高呢？就是把对手拖进来。他这时候就是把对手拖进来，他就是想把对手拖进来，在这个磨合当中，在切磋当中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个是围棋当中最好玩的一个现象。因此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他这个靠啊。行，这个靠黑棋搬，但是这个地方就很难说了。这个是袁善珍，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好啊，白棋的是不是很好不一定。好，一打吃，对，这个米玉婷这样下，然后袁善珍再把这个切断，是吧？左一下，右一下，哎，是这个。他真的是在呼应这两个吗？我觉得，这两个又不要了。他又不要了，对，他就借力嘛，这就所谓借力而行。刚才也给大家描述的一种情况就是借力啊，有的时候你一心一意自己要解决，解决不了，只有借对方之力。那么他的预算就是，本来这个棋形呢，黑棋要出头，这个最好。再处出去，这个是个很有名的步调，这边打了这边冲，这个黑棋也要借力，但是他在这个棋形当中他借力啊，他发现这有个问题，他这送了两个子之后，你现在变成一个鱼形了，你还借不借？你再借待会儿他反过来借你了，是吧？这边哎呦，他从这儿来一借，这太难受，这个是谁借谁啊，是吧？你下边这个梅花六这个下出来下不出手，下出手也没用啊，最后被人家薅了，那不行。因此呢，他就是袁善珍也很狡猾，这一带做了几个交换之后来断，他要解决这两个子的问题。但是由于这两个子啊先损，所以黑棋也可以就不要了。对啊，得势如何我们看几招再来品味。好，李玉婷这个叫吃不错，下得比较冷静，他就等一拍，踩一个刹车，等一拍看你怎么走。那么本来他本手是走这个，走这个底下是不是差不多？走这个呢，差不多吃掉黑棋这个街就没有什么大意思了，是不是啊？显然有点问题吧。你从想要吃人家街不归，现在人家可以先靠一个。你再把这个提掉或者搬的时候，人家就可以下这个。你再一冲，人家一双。你被人家吃了，不行。但是呢，正是由于你藏了这个，人家有这个冲的可能性，他待会儿拖你，他马上就拖你。他说我不进攻了，我这边已经吃了你，让你吃你这个就麻烦了。他是要占便宜吧？这个对，让你纠缠着你很难受，你就要吃他一拳，你再一走，哇，这边已经很肥沃了啊，然后这个地方您还得补啊，你不补他再一竖你怎么办？就黑棋两边得利，他这个就肯给白棋吃了，可以给你吃了。本来是想进攻你这两个子，现在呢让你把我吃了，但是呢你吃的很小，鸡肋一般，而且你还要补，这个棋很难受。如果这个搬不行，那么你说他下什么？他难道要先挖吗？对，挖当然也不行，是吧？人家就吃这个，你再吃人家嘣一下把这个提了，这要出大事。这个就是李玉婷的考虑得很好，所以袁善珍这招棋就不能补这个。那么如果最理想的状态，假如都是走得着的话，倒是很好。一走你再任何一补他再一补，但是你现在走这个的时候，人家显然不这样下，应该不会赢了。第一个米玉婷就可能搬这个，你再一切断的时候，下一步不是任何教师，他干脆把这个拉回去，这个事儿闹大了。因此你说我煎一个怎么样，你煎这个他也不理了，是吧？他有好多棋可以下了，随便下了，现在吃这个就行了。如果我还是刚才那么那现在就靠吧，现在就靠。现在就靠，
啊，所以这一代是这个意思。对我们广大棋友来说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主要是看到这一点就行了。白棋为什么要靠？他是想借力，声东击西，要借力。他并不是说单纯的逃跑。对，而黑棋在应付这一招的时候，他的要领是什么呢？既然你这边损了，我走到铁后，这个铁后以后意义很大，就是说我有所得。既然我已经有所得，那么这边我也可以放弃一些。怎么放弃？看你怎么吃，你也不能吃得太大。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就行了。行，我们现在看实战。实战，它是长这个。长，哎，这个长，当然黑棋应该是不看见了吧？不看见了，那么它可以拖。一拖呢，袁尚珍将会搬了吃。吃完了之后呢，由于这个子在这儿，它长这个可能不是先手，接上之后出不去，因为它这还可以再压一下。所以白棋呢是多一路反而防守得更好，因此米玉婷这个下法他就要修正。所以他实在是下的这个，他期望你搬，就是对，然后他再挤，本来呢这个拖就可以了。本来可以啊，你搬他就可以挤了，是吧？但是他必须计算一个东西，就是人家不能接这个。现在看来白棋可以接这个，因为你不能吃这个，你盖过来他一拐气不够。如果你只能从这个夹缝当中出去的话，那就太损了。对，看上。对，这个棋就等于是这两招和这两招交换太损了。你虽然可以跑，但是这个地方它又变成非常厚的一个棘背，因此这个不开。所以米玉婷下的是单挤。这样一来呢，我们大家就对，这两位高手他们之间出现了一个续盘，一开始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啊。它背后的为什么我们就知道了，是吧？知道了。不过对于我来说，陈楠，我们还是要总结一下。对我来说呢，我对黑棋第一招棋下在这儿，我是不是非常同意？我理解，但是我不是非常同意。我还是觉得单飞比较好，飞起来，对，不给他借力。行，我们现在接着往下看，37，白棋38，哟，他还是真要切断啊！刚才还说他那样下。那样下不怎么样，这个它还是可以切断。行，我们接着看吧。切搬下来，咔嚓，是吧？那么袁尚珍当然是先来一下，再爬，再爬出去。对，就黑棋敢搬吗？44，黑棋45，他搬不搬都只能搬啊。这个我说这个哦，这个搬哈、啊。这个搬，我看看瞧。这不是明显会被人搬二字头吗？我就想，那他就搬嘛。搬我就退嘛，退他就爬，爬我就挡，挡住，好好好。哎，陈丹，你这个下法有点酷啊，我发现。我是不是？有道理，有道理。你这个下法有点酷，不知道行不行？我得算一算，不知道行还是不行？哎，说不定行，接一个，有些点，总得点。然后爬一个，挡住，抠吃。那么你接太紧，好像差一气。是谁差一气？谁差一气？对，搬，对，这个要搬，来接上。你再搬这个，是吧？哎呦喂，你这个棋下的有点意思哎，我怎么看上去？断我就弯这个。对，断这个你跳这个也行。哦，跳这个。都行。行吗？哎，我现在看上去是可以的，啊。是，要不就是。你紧啊。他就随便紧了，你这个扑不进去啊，你扑差一个，对呀、是不是啊？那他要换一个下法，就是他这个不要爬，他一接你一点的时候，看看瞧啊，接一点，这个没有，但他必须要走这个，没有别的走法。打这个呢？啊，打这个他也挡啊，挡，你这个必须接，经济独立了，他就搬这个就行了。你这个气始终紧不上嘛，是不是？我先看看瞧啊。很好很好，如果这个可以成立的话，那白棋就根本就搬就不成立了。44 45 46 47，我们再看看啊。这问题提得很好啊，这要是行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好，嘿嘿，一打一藏，一走一接一搬，这个是没得变。我们这个女生的招法都比较直，就人家一爬就是想 搬，就没想过往这边转身。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应该他有一招棋是，有一招棋是，哦，那就是这样的变化。这个搬，他就先断。行。
先断。先断，你无论是长还是短，一样的啊，这两招一样。最没有变化的是这个，他就走这个。长。你走这个，接一个，这个是一个变化。现在你只能点，嗯，要杀气只能点，那么他跳一个，我们要看看这个棋怎么样。跳一个。你只能冲，这个冲就不行了，他贴先手。长。你只能长。嗯。他这个现在不是先手，但是已经够了，他走这个，你只能走这个，他就走这个。是我。这是结论。结论是黑棋哗啦啦。嗯。刚才随手一爬，这个是俗手。嗯。把拳头缩回来，一接上。然后再跳进去，嗯，就像一深蹲才能跳起来一样，是，哎，这个请大家留有印象啊。他单接你就没变了，是吧？这个断一个放着嘛，嗯，然后他这个单接你就没得动了，因为你要杀气必须点，嗯，这会儿他突然二路有个跳，啊，好，好棋，这个变化有意思，嗯，行。但是陈楠，你刚才那种感觉就想把人家搬来吃了，我觉得心情也是可以理解，嗯，好。当然实战黑棋没这么下，也就证明这个白棋肯定是吃不掉，吃不掉，所以黑棋这个是有点问题，嗯，我感到是有点问题，黑棋这个有点问题，但是究竟怎么样哈，我们就，嗯，他走这个，他搬，对，四十五，白棋这个搬起来舒服，四十六，46, 黑棋四十七，必须要他搬了一下，啊，哦，只能走这个是吧？四十七，那么白棋四十八就要吃。黑棋四十九接上，现在他要补这个段。嗯，四十六四哦，他先吃。哦，下成这样，黑棋不好。局部黑棋不好。嗯，等于让白棋转身了。对，那么在刚才设计这个靠完了挤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米玉婷对于这个二路透点是后来才发现的？嗯，他才发现他是以为不行，以为别人搬不下来。对。好，我们接着看啊，这个变化不是很舒服。嗯。五十，那么黑棋现在必须要吃这个了。对。不吃这个就不行了。五十一、五十二。把这个吃。五十三，把这个接过来。嗯。白棋五十四，把这块补活。把这块补活。嗯。这样呢，主要是这儿该的一个东西。把黑棋要补齐了。他现在就是走这个。就走这个了，补了啊，补了。那白棋把它吃过。白棋是通的，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补一个，嗯，这个大。这道棋如果不走呢，黑棋就下蹲。嗯，那么你必须吃通，这个是没有问题。但是它目数好，还有一个呢，它这一蹲下来这儿有眼位。嗯，那么袁胜珍呢，这个一吃啊，不仅仅是解决自己形状和目数的问题，还有远远的想着这个故事。就你吃了三个子，我还觉得这个后世，嗯，不，这个现在这个围棋潮流当中啊，陈楠，嗯，你只要没有把两只眼瞪圆，这个棋对方都非常有理由一直惦记着啊。像这个棋他不会惦记了，这个是肯定活了，这铁活了，但是这一只铁眼，这个没活，已经吃了这样了，您还惦记我这个没活，哎，而且将来就算你顺手提掉了。什么原因哈？什么情况下顺手提掉了？他棋子多了之后，他将来还很幽默的盯着，要让你来补这个。嗯，好，让黑棋补回去两眼走。行，总的印象呢，我觉得黑棋稍不如意。嗯，不如意。要总结起来呢，远远的原因啊，是在于这个惹事儿这招棋呢，涉及到的计算追溯到根源。嗯嗯，我建议他还是单飞。嗯，单飞这个大局很好。你看吧，他一接你再一飞嘛，这个大局是什么呢？你这两个子没活，我这两个子是有根的，然后呢您得跑，我右边要借此壮大，他这个大局很清楚。嗯，这个呢就是局部纠结有可能造成大局的情况更好，但是也有可能像现在这样呢，这个大局就难于掌控。但是他们现在九零后的选手他就喜欢局部这种战斗，就喜欢，特别喜欢计算力超强。嗯，计算力超强，而且在这个挖掘的过程当中，他们挖出了非常多的精彩。嗯，还有我刚才说到的，有一口一个大局，一口一个大局，人家一听啊，人家孩子们一听都噗嗤一声想笑。他笑完了之后，他当着你老前辈，他这笑呢，好像对你又不够礼貌啊。他就是想笑，说您说的这些大局都是什么呀？一块棋是死的，这块棋将来是死的还是活的？这才是大局。嗯，啊。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吧。这个是棋界有意思的话题，黑棋这个拐过来，黑棋这个拐过来，对，白棋拖，嗯，
袁胜珍很狡猾，要把它做活，然后再鼓。嗯。哎呀，这个拖也是一个问题。如果长会怎么样，陈楠？你觉得？如果长，嗯，你只有接，我就粘上。对，你只有接，我就不做别的假设了，还是咱们把它扳住吧。这样吧，你出头就飞住嘛，你出头我就飞住。这一下交换，嗯，这很重要，除非白棋能够长进来。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它这个形状太薄了，总不好意思被别人抽。那没有，这好像有个夹，这一夹这两个字掉了。嗯，所以它长，那么你要接，我再扳住。这个白棋固然是先手活，但是活的还不是很好。黑棋这个形状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呢，它就像用这个泥巴来糊这个墙壁一样，糊这个窗户上漏了一个洞啊，过去这一类，用泥一糊是不结实，但是它糊住了，你看它这个就糊住了。嗯，将来这一张是有些怪味，对吧？是不是这儿就能当外室用了？现在可以当一个外室，外室很好，这个措辞不错。你千万不要不小心把它说成后室，后室就必须得有两个眼，这个就叫后室。嗯，这个就是在合理的范围之内，随便你怎么变它都活了。这个就叫外事。嗯啊，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行，这样牵制他跑这个，跑这个我就挡住，一走我就搬，正好被别人走在外面。对，但是你说九零后的小朋友问我说这里头是什么变化，很有可能，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是这个是谁的空多啊，这右边是谁的空多，是白棋空多还是黑棋空多，他们可能会这样问我。他们手段很多。好，就这个意思。但是现在他如果不长这个，一般被人家一鼓这个，我觉得形状不是很舒服。来退一下。嗯，然后他再退。我们发现什么呢？白棋这个形状很饱满，但黑棋也比刚才要强一些，厚一些，但是白棋很饱满。这个如果黑棋这个叫吃是后手的话，现在我们凭经验一看，这个打吃是后手，虽然很大是后手。如果他是后手的话，白棋先手走到这个扳粘的可能性极高，是是不是啊？嗯，如果这个先手还能走到白棋再把这个团掉的话，我们发现白棋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块棋居然有十目。嗯，哇，太厉害了，居然有十目啊！如果他这有十目，我们再来看，这个算是他的权利嘛啊？他愿意走的时候能走到。走完了这个挤先手，所以他还要忍痛，也可能要把这个走掉。哦，这个不走也行，这个不走也行，你把这个逆收了，他就走这个，你这个地方亏一点，他可以不走，这个可以不走。如果白棋这块棋有十目，我们把黑棋这十目再扣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目，等于这个五右角是没有的，这个五右角和它是抵消的。嗯，那么我发现黑棋这个空啊，不是很大，不是很大，我建议他这个要长，要长，对。行，我们接着往下看。那么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就藏出来了。他把这藏出来了，很狡猾。压住。六十五，对，白棋六十六，这个是本手。嗯。稳稳当当的，陈楠要他拖这个呢。拖这个。嗯，这也有，这是后续手段。正常情况下你是两招棋，嗯，一个是挖接，嗯，一个是扳住。我就挖接。正常，如果你挖接，他就走这个。嗯，再尝。尝出来，又纠结，这个棋又很纠结，但是呢不太清楚啊。你最干净的下法是立，立的时候人家是拆二还是拆一还是走什么呀？还是这个，拆二好像也可以，这个好像不像要死的样子吧？啊，我这个拆二还带一个扳，就是死棋，这个也太不讲道理了。嗯。啊，不过这个变化会多一点啊。这是一种，还有一个呢，你扳，你扳他就接。嗯，我不会下棋，我下一步一冲了，这个打吃把你吃掉了，所以你要补，但是你怎么补啊？是我还最紧的下法是补这个，嗯，人家二路扳漏了，那么松一点的下法在这儿，人家这儿扳回去了，这儿还有冲断，嗯，是吧？但是白棋这个下法，毕竟黑棋刚才这个挖，或者是黑棋现在来扳，嗯，它还是有些变化的，这扳也是非常有趣的变化，扳它就可以扳这个。那么黑棋你现在不能退，你一退他又拐这个，你不知道吃哪边，但是他先手就把这个薅了就活了，你接他这儿再一猜你不好吃，因此呢你要搬他就敢，你敢搬他就要走这个，你说我打得你眼冒金星，他说我不怕，我一点都不疼，你这三个字怎么活？没活。这个是白棋呢没有这么下比较担心的一个下法。嗯，那么对于这几种下法，我想这样给大家交代报告一下，
如果白棋觉得形势不错，他就不会这样下。嗯，假如白棋觉得形势不错呢，觉得形势不好的话，他肯定就这样下。这样下，因为确实我们觉得也不是太像要死的样子嘛，重一点就接吧，也行。然后您这一带的棋就把我吃掉了，好像也不是很好吃，是吧？他这个也行，这个也行，不是很好吃，你再吃他再跳。这我觉得白棋好像没什么必要往别人后事上再搞出一块姑且。是没必要啊。嗯，陈楠说没必要，那就算了，就这样算。行，但这几个下法给大家报告一下，有这些内容。形势不好的时候还可以这样拼一下。对，好，他说没必要，那就搬过吧。一般还是搬。对，黑棋挡上。嗯。来这个刺，我们看啊，这个刺是不错的一招。嗯。请我们棋友留有印象，它刺最大价值就是第一，投石问路啊，你总是要接上的，这个地方不然被我断了，我就有头绪。如果你一接，这个地方就变轻了。嗯。下一步他就不理了，你再吃这个他又可以又不理了，然后他愿意走的时候可以走回去，不愿意走他又不理了，你再走他又不理了，你说都不理被我吃光了，吃光了之后再一看，他这个点和接交换他先见之明，早就便宜到了。嗯，啊，他的狡猾是在这儿。那么如果黑棋不服，这盘就是黑棋不服，就是不服。哎，不服呢，那么他就从这儿可以拎出一些棋来走。嗯，好，黑棋下力。这下力呢看起来爽，但是他与此同时他又把这个卖掉了。嗯，本来你有这个的，可以切断我，这就把送人家连回去了，送人家连回去了。嗯，但是也没有关系。好，这个就是双方这不可能粘了。哎，这个当然不可能粘了。嗯，好棋啊。这个虽然不可能粘，但是咱们也好像有好多别的下法。嗯，我觉得好像这招棋也可以，就是更抬杠的下法，走这个。嗯，你不贴吗？我下一步就这个。那我贴。你贴，行。你贴，我就照着定式蹦一个。嗯，也可以下。嗯，也可以下啊，就是把这个作战规模再放大。假如黑棋有足够的紧迫感的话，啊，看来李玉婷觉得这形势也还可以，所以他就挑这个。那好像两方都觉得自己形势还可以。对，他们人都棋上看。对，这个我们可以调侃一下啊，嗯，就是一个优秀的棋手啊，他必须是很自信的。如果是，当然，实际上真正自卑、性格自卑的人是也不多。嗯，尤其现在我估计大部分都很自信，什么事情都是我自己对，人家不对啊。那么他必须是很自信的，因此陈楠你说也有可能下到这儿是双方都觉得自己好，对，都是自我感觉，自我感觉很好。可是照我们刚才这个进程来看呢，我倒是觉得好像白棋稍稍的这个内容会丰富一点。嗯，我都不敢说白棋领先，我就说白棋比较顺利，嗯，就有这个印象啊。我们广大棋友自己也可以判断，我们看棋嘛，个人看就是盲人摸象一般，你个人看到是什么样子，这个样子就是对的，不需要每个人都是听这个李传浩说的怎么样怎么样，嗯，啊，古力说的怎么样怎么样，不一定。就算李传浩和古力，也有可能他观点不一样。对，说到底我们也是自信的，嗯，就是我说的对。嗯，陈楠你说的对啊。哦，很好，我们接着看吧。哇，这个白棋不会吧？这个我没看错吧？这太夸张了。夸张，嗯，但是是好棋，这招棋有劲儿。哦，如果不是这招，还真是黑棋好。哎，哎，还真黑棋认为好，还真有理由。哇，这招棋凶，是拼命的姿态吧？没有，他这招棋不是拼命，跟这个靠出发点是一样的。哦，必须这个机器运转要有动力，要有 power， 是吧？那么他如果不断，他没有借力，自己走走不好，他干脆把你切断，然后你这也有断，我这也有拐，他就有行棋的动力了。可以借力，比方说首先看你家能不能把我吃掉，现在我们一看呢，这个家好像还不一定行吧，是左冲冲右冲冲，左飞飞右飞飞，是不是啊？我们不要把棋谱打错了啊，吹了半天一看这个棋谱打错了，他没家呀，就是断的，没错，就是断。嗯，那么如果你要走这个，他这个地方要还要活棋啊，这个我简直有点令我难以置信啊，你必须立足度。嗯，哇，陈楠他说这个你吃得掉我吗？啊，这个您能活吗？嗯，那这可能就是要提出这个问题。嗯，
这个一旦被白棋一活，这个黑棋立刻认输，因为这块棋吃掉这两个子还没活，他这个棋子啊，如果是千辛万苦渗透出去的话，你整块这块都没活。这个是一个，因为他断了。您是这么下的，我还以为他要把这个跑出来。啊，对，好，那就另外一个跑。陈丹，我们看你的，这么跑。嗯。你要打，我就吃。反正您吃不掉我，虽然我难看一点。难看一点啊。嗯。好，行，我们试试。行，这个也是一招，先送他一个大包子，这是一定的，提掉，再来一下接上。好，下一招棋有点下不动了吧？这个最黑的下法是这个，但是你当心他压这个，怎么样？你虎一个也吃不掉吧？我，吃不掉，不行了，现在啊。开始滚打包收很爽啊，但是下下棋现在不接不上气。第一个你不能藏这个，因为他藏这个先手，这一打吃这一藏，这个气不够，这个气明显不够，只有一二三，只有四口气，英雄气短，只有四口气。这地方你贴住他搬了，你断他叫吃接上一接，他是五口气，所以你不能藏这个，这是肯定的。因此你就必须要接，不断吧。你如果搬这个也没有意义，你搬这个呢，他就打这个你争不掉他，就搬这个就行了。你接他长出去，你打也没用。打完了他提先手看看，哦，算了算了，交朋友，吃这个吧。吃这个。然后推出去。推这个。推出去。对，推出去。千辛万苦推出去了。你这个地方啊，被他扳了头，打完了你总是欠一手棋要提，但是我们现在再看棋盘的右边。这个地方有贴有接，你这几个字还缺一手棋。爽虽然爽，但是你要收尾的时候拿不住别人。你还要这边需要画一手棋，这边需要画一手棋，他只要杀出一条血路就行了。因此，刚才这两个变化，我们发现呢，黑棋想要一巴掌把他一拳头给他定在那儿啊，不行，实现不了，实现不了。那他这个段就是好棋，是不是啊？就没料到，虽然看上去有点暴力，有点暴力，嗯，但是他的意思我们理解了就好了，就跟刚才那个靠一样，想借力而行，就是好多问题自己全心全意去解决，解决不了，要对手帮忙。好，这道棋可能也是我们李玉婷没料到，不是说白棋下了这个就赢了啊，但是他下了这个棋就活了，就可以下了，啊，好，我们看。这个飞好像也不行，飞松了一气，他一贴你打不住了，你打不住了，是不是啊？你搬他一气搓了，不行。我们看李玉婷是下的什么？吃不掉，他走这个。他就走这个，只要延缓了这个冲断就行。那么白棋当然就过来不理了，这黑棋只有长，白棋再压是应手，黑棋只有长，然后白棋再搬，刚才你这个闷家就没有了。黑棋79，这个必须接，李玉婷必须接。但是我怎么觉得白棋这个越死越大了呢？对对，他可以不要，数着空走可以不要。他只要外边增加一些东西，他可以不要。就是不能被你连骨头带肉吃得很干净啊！因为你看你这一靠，他一扳你一接，他下一招一接上，这几招棋黑棋是损的，因为黑棋走在没有价值的地方。白棋这一方接牢了，这个头还翘起来了，他已经有所得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袁胜曾刚才我给大家说的，他棋风比较全面，而且比赛经验也丰富啊，同时他的棋很狡猾。王老师，他是乙级联赛经验丰富，围甲是第一次赛今年。对。那么他因为是世界冠军了，对，他出名已经很久了。夺得世界冠军大概就是去年赢了我们古力吧。对，古力跟他决赛那盘棋就很，我都有印象，就是古力确实下得太高兴了，当然也是棋风对手，他下得很好，但古力的白棋形势本来很好，但有几招棋可能下得太高兴了，有点随意了，后来被他就像这个巨蟒缠身呢，把他规模缩得太大了，但是他确实就像紧紧地咬住你，紧紧地缠住你，那个口呢很小不大，不是把你咽下去的，但是他一口咬着你，你很疼，就那样啊。那盘棋最后古力输了，这也是袁胜曾第一个世界冠军。对，袁胜曾，不过他过去
就什么什么中国中韩天元对抗赛好像跟古力就下过、这已经是五六年以前的事情了。好，我们看啊，这个棋下得很好啊，希望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今天这盘棋体会一个声东击西借力而行的味道。具体的招法就是这个靠和这个断、这盘棋就算白棋输掉啊，我觉得我们看到这两招也是很舒服的，都值得学习。哎，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学到嘛。而且它的道理很容易理解哈。行，下这个。哎，现在呢李玉婷就不愿意搬这个了，因为刚才这个靠你不理他，最严厉的是搬，现在被他搬完了，你再搬这个对他的杀伤力就小了，你就把这跑了，他这个跑了。当然这一下也很舒服了，也很舒服，但是他这个跑了他确实不愿意，因此他就干脆飞把它吃掉、你吃掉呢，人家这一长先手起来、这也是先手，你必须要补这个补接回来。哎呀，很纠结，必须补这个。好，补这个，然后他是不是很狡猾的就不要了？是，我们发现这个敌人很狡猾，你看场去了，他不要了。如果一般性我们打棋谱啊，说哎呦这地方米玉婷把袁胜珍上来就吃掉一块啊，怎么大优势啊什么，那就算是气给黑棋的吗？气四气非气可以说气，因为他有机会可以逃。他这招棋不搬 一走就逃了，他有机会可以逃。所以可以说是气。但是如果你认为一上来米玉婷就吃掉他一块就怎么样，那确实这个浮浅了啊。但是呢，形势是不是白棋就好呢？不一定。陈楠，我们来简单判断一下，行不行？这个很难数啊，目数，但是简单，还是点目，简单界定。他目就不好点，这个地方不好点。但是我们可以看成有了这个子呢，大概这一线黑棋有子了。将来就算你飘这个，它飞印嘛，这一线已经全部吃掉了哈。黑棋控好数了，这个扳接是白棋的权利，所以是2、4、6、8、10、11、21。29、33、31、32、33、35、40、46、47、48、49、50、51、52、53、54、55、56、59、58、59、60，这块棋有60目，黑棋大本，60目，然后1、2、3、4、5、6、7、8，68目是肯定有了。68目，白棋有60目就是西棋，60目是西棋，这个地方呢也基本上算成它的空了。这个你进去没用，因为你进去啊本身它目就不多嘛，是不是啊？所以这个要算成白棋的空，白棋是2、4、14、24、25、26、27、28、29，这块棋30目肯定有了。那么这个子有双重作用，这边围了空，这边有配合，这四个子要算20目，4、5、20，我一招棋算5目棋还不行吗？那么就是说他一走这有10、20、22、24、26、28，这就30目。如果被你用某种方式掏掉，那么30目的一半是不是15目，再加上我这个这几个子的威力，这个怎么着15目太客气了，所以30目同意了。15目太对白棋太刻薄了。30目加15目就是45目。刚才我们说了60目就是西棋啊，45目，这还有10目。55目，这还有15目。看来是白棋比较好下，盘面都不够，盘面都不够。所以我发现这敌人是很狡猾的。气给黑棋。好，我们接着看，米玉婷要加油。现在我觉得世界上最黑的一招棋，陈楠你猜是哪儿？我猜是该在这儿动手了。我猜是打这个。您不是刚才说打这个是后手吗？后手就后手，逆手，这招棋这个目数吓死人。我们来算算啊。下一步他一提，你这个大概只好坐在这一线。你做活怎么做这一线？如果是这一线挡先手哈、这个轿车算你团掉嘛哈、1、2、3、4、5、6目棋。刚才你10目、6目，你少了四目。我增加了4目、5、6、7、8、90。刚才我是1、2、3、4、5、6、7、8，现在是8、1、2、3、4、5。对，你减少4目，我增加5目是9目。先手9目等于后手18目。而且这个一走完了之后啊，我什么时候棋还有别的搜刮方式以及劫材？那我现在肯定不应了呀。你肯定不应了，我补这个，让你补完了我再掏。您还要掏？嘿，我的意见就是让你补完了我再掏，这个是最黑的。但是呢我光是这么说不负责任啊。现在形势是白棋好，所以黑棋的下法必须要非常凶狠，非常有穿透力才行。算了，这个是我的一个一般的不太负责任的一个推荐，我建议把这个逆收差不多10目棋给他抢了。
行，我们看看一下这个84、85。哦，85白棋86，嗯，黑棋87，白棋88。你看这个元神针它是很清楚的，它就这样给你，简简单单给你了，这样飞起来，米玉亭我估计要进上边，是这个对，我觉得那个地方就干脆让它围，围了之后啊，它叫反而围不好才难。这个也是给我们广大的棋友呢，简单说到啊，粗线条的画一个素描，这个素描是什么呢？才难，我让你这块补，你怎么补？就我让你补的时候，你很为难，你说我就照长形这样补，是不是？你补完了，由于我这铁厚，待会儿我撞这个的时候，你下什么？是吧，你搬我周围稍微有点纸，我这个断了，你总有一半被我切下来吧。好，最后你说那我屈服，我走这个，那么我断你一个，真让人讨厌。有的时候你让他围他难受，假如你一害怕你走这个，他再一打，哎呦，你说我走这个他一打下来，这个要掉，你不走这个，你说他这再闷你一下，这个我粘上，哎，待会儿他这儿再点你一下，你反正赢棋嘛，赢棋不落事嘛，我这儿再来一下，没不大，就发现为了扳它没多大，嗯，但是你一头扎进去要破坏它，它有一边自然壮大，是，这个图呢不是绝对的正解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思路、这个方向、这个判断要一定要给大家报告。有的时候你让它围是更好的拼胜负的姿态，嗯，你一下把它砸得稀巴烂反而不好，这就辩证法，嗯，行，这也就不多纠结了啊。还有呢，我要抢的这招太大。这个是逆收差不多十目，而且带若干个劫财，等等等等。您这个吧，就是把未知因素留给对方，自己先抢现抄。把痛苦留给人家是吧？欢乐留给自己，这不对，应该把欢乐给人家。啊，开玩笑。嗯。行，我们看。现在是他就是、这个。他是拖，一看这个拖，我很害怕。嗯。因为我怕，因为他一时半会儿灯打不出来，我怕人家下一招苍蝇拍一拍，将来这些都没了。啊，91、92、93，嗯，他是外搬，外搬92。那么米玉亭这个地方有点心事重重了啊，他这期正常情况下应该搬这个，他走这个我就怕人家拍死，就拍死。你把这个走完，我把这个逆收完了，然后再顺着走，应该也是一种反正我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好，他搬这个，他连搬。哇，这个苍蝇拍拍死，这个真的把这个打死，太狡猾了，太狡猾了。他形势判断很清楚，这个无论如何黑棋会稍差一点，这个棋，啊，我们接着看，96、97、98。这个米玉亭很年轻，他前一段下来盘棋可以说是棋界当时的名局，他就是赢了李昌镐，非常精彩下的正九杀的时候。但现在看上去呢，在这个和平竞争的状态下。李玉婷这个少年高手啊，还需要继续努力，是吧？101、102，这个元神针太清楚了。黑棋103、104。那么这个中间不走，不好意思啊，这个不走，被人家攻过来很难受，是不是？承担人家走这个。你可以不走，也不一定吃得掉你，但是他进攻你，随着你进攻，中间全部变成单关，或者是白棋有空的地方，那这些就不要想了。所以他补一个106，105、106顶住。你看黑棋先动手，削了半天，白棋全部连上了，全围住了。啊，刚才我们判断形势就是他全围住你，牌面都不够嘛。那黑棋是在动什么脑筋呢？不，他就是在这儿一头扎进去，有点纠结了。还是我们刚才那一招值得他考虑。你根本不去，你让他补，让他围。对，希望我们广大棋友通过今天啊，体会到这一点，就是有些毛病你让对手补，他更难受。嗯，有些模样你让他成空，他更难受。106，黑棋107。还不抢这个，他不过他已经掉口水了，我估计米玉婷也是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想打，但是呢，他这个中间大，他是不是瞄着这个？对对，他想把这个局面搞乱。那么，元神针碰，这是狡猾的一手。黑棋一看这个阵型只能是这个，109、110，哇，行，哎呦喂，他下一步要走这个，哎呀，但是这个这铜墙铁壁这下也不太舒服哈，它也太厚了。但是他这个也是想借力吧，也是想借力。这个是米玉婷的机会，111，这招棋我也不是很赞成。
存烂，又有待考虑没有是吗？因为它这一代就可能会破破烂烂的连上，我觉得它会不会？哦，没有，它尖，尖还好。我觉得这连上又搞不清是谁攻谁了，搞不清，给李玉婷加油啊！嗯，现在我们发现敌人从这个地方尖出去，我们还是比较高兴的。113，哎呀，终于来了，终于来了，还果然有啊！结果呢，人家不理了，你看。所以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嗯，你刚才先去破他，把他破实了，现在你撞都是后手，人家就不从这一带连了啊，不连了。你看你要连倒是被他牵着鼻子走呢，那这个还有点说不清楚，中间有大决战，你要走他就抡，你要长他还不接，他穿，他先把中间给你切断。嗯，结果呢怕的就是人家不理你，你看看这个很讨厌啊，不理他自己也不知道下什么。他因为他那一点利益好像暂时不太够。嗯，而且呢这个地方啊你有点问题。嗯，白棋一着急的时候这一尖好像您能连上吗？您也进去了，不是他连的问题。嗯，您好像也进去了，你稍微手再松一下，哦呦，这又来问应手了，哎呦，这些你稍微有点松手，你看看他还问你的应手。嗯，好，这个地方我觉得不能说我们这两招棋下的不对，要说敌人太狡猾。嗯，是吧，敌人太狡猾，115只好退缩。嗯，那么白棋116，哇，对，哎呀，这个地方就不好办了，这个不好办了。我还是很怀念刚才我们那个，就像打桥牌，打桥牌有的时候有一个技巧叫投入。就是陈楠你会吗？我听说过这名词儿。对，他的意思是什么？一般的打百分你总会了。嗯，是吧？你比如你手里有一个尖和一个坤，是吧？一个 A 一个 Q。 嗯，人家一个 K 一个 J， 如果该他出的话他这两张牌都是死的。嗯，是不是啊？他出勾你用这个 Q 就把它吃了嘛。嗯，他出 K 你尖把它吃了嘛。但是如果该你出那你就捉不住人家，人家总是要跑。嗯，对，是不是啊？这个就叫投入，最好你就让他出，有些空你让他成。嗯，哎，就跟桥牌的投入一样。这个黑棋又得把这个116117，哦哟，这个再送死。嗯，然后这个吃了半天这两个子呢，就有点像个鸡翅膀、鸡爪或者鸡肋那种感觉，是吧？吃的不大，而且白棋这边连角带边都成都成空了。你小心啊，这个你再逆受不到。什么时候白棋抡起棋子来一扳，我就要宣布这盘棋结束。哎，早就应该打。哎，我们看还来得及吗？黑棋117118。嗯，按说这个是必须要抢了，这是全世界最大的一招了。嗯，但是可能他还不见得有机会刺李玉婷，刺这个刺已经没有意义了，人家补就行了。这个袁丞琛还要先尖一下，够黑的啊。嗯，陈楠，我发现他们下围棋怎么这么黑呢？针锋相对嘛，够黑的啊。我看看瞧。嗯，他这个都还不肯补，这有没有断啊？您断这个。嗯，他那么黑，我想跟他这个说道说道。你当然是吃了。那您这不是都进去了吗？那我搂吃啊。哦，您走这个。对呀，啊，我搂吃啊。你只有焊接，我把这个先手薅了，看你怎么补。你补这个劫财多，这有官子，你退这个官子已经亏了，我要断你。嗯，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他是白棋是乘胜追击，下得太高兴了，还是应该双也算了，本手是吧。嗯，他很黑，袁胜真不会还在做这个梦吧，说人家这儿还没有活头，不会，这不可能啊，就这意思啊，这有点过。嗯，这棋稍微有点过，他想待会儿搬这个一类的。120黑棋121李玉婷跟他拼121，哎呦，没办法，不然人家你看尖刺先手随便一走就连上了。嗯，他就白棋在这儿了，我觉得这盘棋啊基本上精华已尽了。嗯，这一扳早可能就不行了。我们最后给大家数一数目啊。嗯，这两个子就算他逃不掉，这个就算他搬不进来，那你这个必须要硬啊。哎，这一硬关键人家还是先手。嗯，最后数一数目吧。好，然后我们总结一下，可能这盘棋也就差不多了啊。对，数一数目。对，这个必须要补，这个再给他一巴掌能太大。这个补呢有两个劫财，接这个，其实这个将来打劫这儿也出去啊，差不多就这样。一尖一走，这个是10 20 22 24 26 28 30 32 34 36 46 56
5758961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十九七十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十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86目，哎呀，还是不少，85目以上了，是吧？白棋呢，这个地方是10、12、14、16、26、28、30、32、34、36、38、48、49、50、60、62、64、66、76、86、87、88、89、90目，这谁贴谁？还是就像我们刚才判断的那样，还是不够。一句话，这盘棋袁胜珍太狡猾。那么我们米玉婷呢？这个，我还是这个态度，就是我们年轻棋手啊。当然赢了我们都很高兴，是吧？尤其赢了世界冠军，我们都很高兴。但其实呢，由于围棋的这个学艺的这个路程啊，是一个很长的路程，所以你即使拿了冠军，也不意味着你就肯定成功了，是不是？那么我输掉一盘棋呢也没关系，重要的是要体会到东西。对我们广大棋友来说呢，看一盘棋也有所收获，有一点点收获，这不是很好吗？那么我想建议我们大家的收获呢，是体会他们高手的这个声东击西、借力而行。为什么呢？因为我单独的做两只眼是很困难的，做一只眼需要四手棋，所以在攻防条件下一定要缠着对方。如果缠着对方，根据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原理，我可能一招棋不花就可以做一只眼，就是在自己制孤的时候要靠着别人走。对，要也许有些形式靠着对方走，但最主要的是把敌人拽过来。对，以前我们做过这个比喻，陈楠，就是你比方一个力量弱的人和一个力量很大的一个壮汉啊，当那个壮汉加卯足了劲儿，这个给向你跑过来要冲撞你的时候，你是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挡得住他的。我躲，你躲你也躲不掉啊，他速度又快又壮，你唯一的机会就是在那一瞬间他跑过来的时候，你顺手给他一带，给他脚下一绊，他也许摔一跟头，是不是啊？这就有点那个借力的意思。所以这招棋，还有就是这招棋这个段，这招棋这个段，这两招我们知道意思，我觉得我们今天就不虚此行了。还有一个，当白棋二路拖的时候，黑棋要长，这段我还是建议他要长，这个出入太大，这个官子目数出入太大。此外还有一个，刚才我们摆这个陈丹非常想搬，想要连骨头带肉给人家全部吞了咽下去，怎么办呢？人家这有个段，是不是啊？有个段，他先搬了再段也行。对，你看他先搬，你一退他再断，问你应手，你不能争，你争他爬先，还是得弯，你还是得弯。那么人家一缩回去，二路还是有个跳，还是有个跳。还有就是在这一带最后一个，我觉得黑棋一个真正所谓杀人不见血的招法，不是急吼吼的去破他的空，而是稳住，先把最实惠的20目棋拿到手，让他去补，这样可能还有机会。补一手再去打，再去他更疼，请教他他更疼。挺有意思。行，各位棋友，那么我们今天的第一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最后的结果呢，这盘棋陈楠你给大家报告一下。最后的结果是这个白棋的袁胜珍是中盘战胜米玉婷，然后赢得了这场主将战。行，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盘棋。好，一会儿见。